おしんの脚本を書いた橋田壽賀子さんが亡くなる95歳橋田壽賀子さんは1925年に生まれました1949年に映画の会社に入って脚本を書く仕事を始めました会社を辞めた後 人気のテレビドラマの脚本をたくさん書きました。橋田さんは1983年から NHK で放送したドラマ「おしん」の脚本も書きました。おしんは明治から昭和の時代に強く生きた女性が主人公です。 日本以外にもアジアや中東やアフリカなど60以上の国などで放送して世界で人気になりました1990年に始まった「渡る世間は鬼ばかり」というドラマは500回以上の長い間放送が続きました 家族の悩みをテーマにしたドラマの代表になっています。橋田文化財団によると、橋田さんは4日に急性リンパシという病気で亡くなりました。95歳でした。はこれは不幸な新聞一個大作家に我持而去 那通常你如果超超过三十五岁的人，应该就会知道，哦，这个阿信的这个日那个日剧哈，那在台湾、大陆哈、两岸三地都很受欢迎，然后不只是哦全世界六十几个国家哈，那我们来看这边哦，我、喔、信，我、喔、信就是我们讲的阿信啊，哈，OK，我们来看一下哈，好，这是一个哦。喔 小时候很迷日剧哈，但是最最早的哈，最早的日剧哈，好，这个是阿信哈，这个日剧哦，讲一个就是一个小女孩，后来很辛苦哈，奋斗哦，家里很穷，给她当养女之类的哈，然后后来后来她长大，然后又开公司，后来变成那个连锁超商的那个社长哦，她一生的故事哦，这个阿信哦，哦，好，那这个剧本是这个这个。 哦，这个大佬写的哈，那个日本大佬，文坛大佬。哦，我、哦、信呢、哦，卡库宏。哦，卡库宏就是这个剧本哦，卡伊达。哦，好，卡库是写哈，那我们库结尾音变哈。哦，那你去掉 t 加 ta 就是过去式哈，基本体过去式。卡伊达是写的哈、哦，所以这个写阿信脚本的，哈西达。哦，哦，桥田叫哈西达哈。哦，斯卡狗。 哦，桥田贺寿哦，社后子哦，社贺社贺子哦，好难念哦。OK，这个哦，这个名字名字真的千万不能乱取啊哦，不然考试的时候哦，考试的时候哦，他他要写名字，他就要他比哦这个写这个名字可能就一两分钟了，然后哎、嗯、太累了，没有考试还是写作业要先写名字嘛。哦，那、啊、这小孩一定会很恨爸妈，说取这个笔画这么多的名字。 哦，所以哈西达 <coughs>，我们就要直接叫他哈西达，就叫桥田。哦，所以哈西达赏哈，赏是尊敬哈，我们赏可以叫什么歌？什么节？所以这个桥田节。哦，那库那鲁哈，那库那鲁去世哈、哦、，Q 9国赛哈，Q 九国赛，九十五岁哦，那算也是高寿了哈、哦，差一点就一百岁了哈。好、哦，哈西达斯卡国赏哈，所以桥田色后子哈、哦，色贺子哈。哦 好，我们就叫桥田就好了。哈，哈西达桑哈，Thank y o u h e 你，u n 年，1 9 2 5 u m a 哈，好，OK，好 u m a l 是出生哈 u m a l 是出生哈、哦，所以过去式哈、哦，那还要前面会加个那个几年哈、哦，还是加什么地点哈、哦，就是在哪里出生或者什么时候出生，哈、哦，所以在一九二五年出生哈。哦 今年是二零二一嘛，哦，那他们是算十岁了哈，所以九十五年算十岁的话是九十五年。Thank you，卡库，永久卡库两年哈、哦，在一九四九年，阿加诺开下尼害你 h 哦，尼害卢是进入哪里哈、哦？那进入这个电影公司哈，一九四九年进入电影公司，卡库方哦，卡库哈。 他写这个卡库红哦，卡库红的它、哦、有个片假名哈、哦，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有没有哈？最、哦、下面那个哈，西纳利奥哦，西纳利奥哦，西 r i 奥这个比较常写 c 西 n 西 r i 奥就是卡库红哦，我这个会考哦，都、這個、会考哦,、這個、哦，嘿，这个我记得考试考过很多次哦，哦，这两个意思是一样的哈，哦，那这个西 r i 奥就是脚本哈，脚本就是剧本哈，所以卡库红哦，卡库。 哦，所以他是写写剧本，我们叫什么剧剧本家哦，编、哦、剧吗？不知道哈、哦。好、哦哦哦哦哦哦，后来他又辞掉公司哈、哦，后来他又辞掉这个写写剧本的电影剧本的工作哈、哦。那你这个台阿斗是哦，那个应该都有学过。 宋词他阿是之后吼，所以那亚美欧是开销，亚美有是辞职嘛，所以要辞，他又辞掉这个公司之后，Nikki no n i k k i 是受欢迎的，Terebi d r a m 哦 d o r a m 是这个好、哦、连续剧哈、哦，所以哦，受欢 Nikki 是受欢迎的这个电视连续剧，然后 Kakuhon 哦，大谷尚，Kakimasa 哈，大谷尚是副词很多，所以他写写很多这个受欢迎的电视脚本哦 h a Thank you, Kaku, 还是九三年卡拉哈，从一九八三年哦，我一九八零年生吼所以从我三岁的时候，NHK 的哦，NH 在 NHK Hosoda 哈 h o s o 是播放的哈，所以 NHK 所播放的哆啦 A 的一个电视剧啊，哆啦 A 的连续剧 o 信 h 信就是这个阿信哈是野哈 <coughs>，所以他也，他从一九八三年也写这个。 那、这个阿、哦、信阿信的这个连续剧的这个《卡库红》的这个脚本哦，阿、哦、信哇，哦，他介绍了阿信是什么？梅基卡拉哈，他是从明明治天王明治时代哈，啊、哦，明治天王下面有那个解释，我们看到明治天皇哦，他在位哈、哦，有没有？哦，OK，好，你看下面那个，我刚才大概介绍一下梅基泰诺加库拉伊尼阿达哈尼阿鲁是在哦，所以明治天王在位，Thank you。 不是不是 s 哦，n 哈百库六十九哈几年，省省一千嘛，哈百库一千八百，六十九哈几年吼，他、哦、是一八六八年卡拉卡拉从省 Q 哈库九零年马代吼到一九一二年吼，哦他他即位是在一八六八年，然后到一九一二年他下台下台就他死了嘛，哦皇帝都是死了才下台嘛，哦除了最近那个平成天皇他是因为生病他提前退位哦，那几乎。 地史上的那个天皇都是死了才退位，或者是他被推翻了，他被人家推翻了，他被人家换掉才退位哦，不然正常来讲哈，都是死了才退位哈。好，下句哦，那个锁国哈，萨科库亚梅鲁哈，好，就是他就是他不要锁国啊，原本是 <coughs> 原本是日本是锁国的哈，那他即位就是改革嘛，他就他就那个不要锁国哈，哦，他就不要锁国就是开国了哈。 不要锁国叫什么？就开国哈！不要锁国就开国，就日本开国哦。写一下哈，就日本开国。他先是开港，然后开国了哈、哦。开国哈，写一下哈。原本日本在德安嘉康时代是是锁国嘛，那后来那个美国的那个跟我们清朝一样嘛，那个各国的什么舰队就打过来了嘛，打过来说你跟我做生意哦，你不跟我买东西哦，你不跟我那个买东西我就打你哦。 然后现在也是啊，美国会强迫你。美国现在就是你买我的美猪，你买我的美牛，你买我的什么哈？反正我就在卖你，你不买的话我就制裁你哈。那以前也是，美国从两百年前就就在搞这种事情了哈，从一百多年、两百多年就搞这种事情，所以哦，他就要那个时候他就要求就日本开港，你不开港我就用什么？日本那个时候很落后啦，他们还是那个步兵跟骑兵的时代。 然后美国它的舰队是是那种铁甲的哈，现在那种军舰那种大炮的舰队哦，然后就是说你不开港我就打你，不不开港，跟我卖我们美国的东西，我们就打你哦哦，那这样，然后后来就日本人就开港了，然后开港的时候，人家认为德川家康政府没有用哦，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保护日本，然后后来就是后来就是明之后来就变明治天皇，他就继他就什么，他就因为他就继位了，他就开始改革了。 哦，所以他就开库他就开始开国了哈。因为他跟认为要跟世界接触，你不跟世界接触，吸收那个欧欧美的文明的话，科技的话，你会被那个哦，你会被侵略。哦，所以他这样子怎么样？哦，所以他这一句我们看到那个右边中间下面沙克哈沙克库亚美哈，就是创记所国。谁有诺斯圣达本美哈？那西洋的很先进文明托里耶达哈，托里耶达是吸收哈，几、哦、代哈、哦，吸收这个西洋先进文明的时代，所以。 明治时代，明治天皇的这个时代就这样了，没有？好、喔，那我们扯远了。他说这个阿信是从明治时代到昭和时代、喔，哈。那昭和的话就是明治，明治天皇的儿子，明治天皇的儿子叫昭和，所以他一继承就叫昭和天皇。那你看右编写是1926年到1989年，有没有一九二六到一九八九年，所以他在位非常非常久，有没有？那昭和天皇也是我们最恨的一个天皇了，因为昭和天皇是发动。 侵略亚洲战争的那个天皇，因为那个时候明治维新开始变强了嘛，日本开始变强了嘛 <coughs>。然后到昭和的时候，他确定他们的实力已经超过亚洲了，超过亚洲其他这些国家，他觉得哎、欸，我们家先进，哦，你们比较落后，就开始打你的这样子。哦，所以昭和天皇就是这个发动战争这个时代哈、哦，那很他在不很久 <coughs>。哦，所以你看阿信的时候，哦、我记得我阿信他小时候嘛，哦，这個、小时候他去帮佣嘛，那因为太苦了，阿信有。 被人家，因为他很穷哈，所以被人家误会偷钱，然后就跑掉了。哦，一段剧情是他被，但是他没有偷钱，但是他被误会人家偷钱他就跑掉了。那他跑掉的时候，在山上就遇到一个大哥哥，那个大哥哥是逃兵。哦，那因为他被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日本他们要派很多兵去打仗哈，然后就遇到一个大哥哥，啊，这个大哥哥就是逃兵。哦，我记得好像是哦。然后后来这个大大哥哥后来就是，嗯，后来有被被抓到被杀了，好像是这样。 那个剧情已经很久了，我有点忘记了。<coughs> 那个那就是有一些人，他就觉得我干嘛去当兵？我干嘛去跟人家打架？我干嘛去我干嘛去打仗？我干嘛去杀人？就是爱好和平的了，他就他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就不当兵了。<coughs> 但是他就变逃兵了，所以那个时候日本的百姓很无奈呀、啊。哦，就是国家天皇叫你去打仗，啊，你不去打仗，你就你就被当逃兵，你就会被抓被杀、啊。所以那个百姓也是很无奈。哦，好，几代的这个的这个什么，从明治到昭和时代，哈。 只要苦一去的哈，只要苦一去大，就死哈。它是一个一 q 五是活，那只要苦是很强哈、哦，所以很强的活着的女性，我们怎么翻就翻女强人啊？哦，我们就翻女强人哦，就翻女强人。所以它是那个这两哈、哦、这两个时代哈、哦，跨这两个时代的一个的一个女强人哦哦，强、哦、烈活着的女性就是我们就翻女强人。那、啊、只有椅子一形容词去一家仆加动词哦，那后面的 eq 五是活。 哦，所以只有奎 q, q 是活得很强烈哦，活得很强哦，她是强者，她是强者般的活着哦，就是女强人那。因为感觉感恩过去，是因为那个过去的事情嘛，过去是啊、哦，所以这个女性是这样的女性有没有？修信口哦，修信口就是主角啊、哦，她是主角哈，day 哈，她是主角，那 d a y 名词加 days 四哈、哦，她是一个这样的主角。哦，好。 你碰一改你摸吼摸是也吼，你也是在哦，所以在日本以外也，好。阿吉亚亚、球托吼，那、啊、什么亚洲或者是球托中东吼，中东就阿拉伯那些阿啊利，里卡，非洲那都等等的，都 Q 九一九哈，然后数字加一九，我们直接翻超过，所以超过六十个，然后苦尼的的国家，所以那一九是名词，名词弄名词吼、哦，那都是等等的所以。 这些等等国家超过六十个国家，超过哪些哪些国家、啊？亚洲、中东、非洲等等的超过六十个国家。Day day 是在好收视的哈，收、哦、是播放。s e k a i Day，Niniki n n i m a s t a 哈 n i k i 那我是变得受欢迎、哦、那在 s e k a i Day 啊，在全世界都很受欢迎哦。所以阿阿信的话是哦哦，我这一代人哈，小时候小时候日本小时候开始有第四台嘛。 小时候小学开始有第四台嘛，啊，你有那个第四台有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就是哎、欸、大家第一次看到啊色情频道嘛，有没有？然后还有就是日本摔角频道嘛，还有就是阿信呐、啊，有没有？哦，那阿信再过久一点哈、哦，那个时候香港的那个香港的港星也很红哦，港星什么有、哦、没有？什么四大天王什么一大堆的哦，港片港星嘛，然后就是阿信嘛，然后就之后就是日剧开始很红嘛，后来就是日剧，再就韩剧嘛，好、哦。 然后再过来就是，哦，那那个大陆历史剧那个时候也开始红起来哈、哦，那台湾的就是一直没落了、啊，台湾的电电视一直越来越难看这样子哦，那、啊、历史还是这样，哦，哦，那后来就是日本的那个日剧好像后来就是有有也有有点比较没落，因为日本日剧它制作比较精良哦，然后那个一一,一个礼拜一集哈、哦，然后虽然是比较好看，但是。 太少级了，然后，哎，好，那个 OK 啊，讲讲远了啊，所以，Thank you，Happy Q 九零二，哈吉马达哈，所以是在一九九零年所开始的，好、哦，哇，踏入 second 哈，好，这个 second 就是人事艰难哈，还是社会的意思啊哈、哦，那你外踏入我们，哇，踏入以前我们是学什么哈、哦？我们是学，哇，踏入是自动词嘛，能自己能自己走过去嘛，哈、哦，所以。 米基尼瓦塔鲁哈、哦，米基是路嘛？那米基尼瓦塔鲁什么？人人走过那个路就什么？就过马路嘛？哦，OK 啊。那卡瓦尼瓦塔鲁哈、哦，啊人人过那个河什么意思？那、啊、就过河啊？哦，过河嘛？哦，那可是瓦塔鲁这边的意思哈、哦？还有那个哦，你看一下哈、哦，还有到处的意思哦，到处各个角落是普及。那你这个 s e C o n d 是、哦、人世间哦，所以是什么？人世间到处。 欧尼巴卡里哈，巴卡里光怎么光是什么哈？那欧尼就是鬼哈。那这个鬼跟我们讲的那个鬼不一样啊哈。哦，那个日本我们中文讲的鬼，应该日文叫欧巴克啦。哦，哦，欧巴克就是那种幽灵那种东西啊。哦，就是那种 <coughs> 不是实体的那种东西叫欧巴克。哦，好，欧巴克就是这种哈。欧巴克就是不是那种实体的那种哈，那种幽灵那一种哈。哦，那叫欧巴克。哦，然后。 好，那欧尼耶，欧尼就是有点像那个那个西洋人所讲的那种恶魔啦，吼，哦，他是实体的，的肌肉发达，吼，然后他会吃人哦。那什么人会变成欧尼耶？欧尼就是古时候日本常,常打仗嘛，然后很多地方没饭吃饿死了嘛 <coughs>，那有些士兵还是谁，他们就开始吃人肉。那相传说吃人肉以后就变成鬼啦，哦，懂哦。 它有点像是西方的那种恶魔那种哦，那种哦，OK 哦，讲解好、哦。那欧尼现在是那欧尼如果以,為以那现在是指什么？现在欧尼是指那种很残忍的、很残酷的那种那种人呐、啊，哦，或者是很狠,狠心的意思啊。欧尼现在指的就是以前指的是那种鬼嘛，鬼会哦哦然后就像恶魔，他会吃人嘛，有没有？ 哦，然后现在指的欧尼就是现在社会中指欧尼就是那种很狠的人，很残酷的那种哦，人像像鬼那种哦，的不是我们指的那个幽灵那种鬼。那巴卡也是光怎么样哦，所以哇，他路塞肯哇，欧尼巴卡里什么意思？这世上哦，这个世界上到处都那欧尼我们可以翻坏人呐、啊，这世世界上到处都是坏人呐、啊。哦，欧尼是那种很坏的那种坏人。哦，那后来他就是这个，他的他的话就写这个连续剧到从一九。 九零年开始，这是一个长寿剧，很多集哦、喔。我们看一下，哦、喔，呃哈，哎、喔欸，这个我没看过了，因为这个到台湾就没有进啊。哦、喔，没有，没有，哦、喔，桥田设哦，寿、喔、贺子的 <laughs> 连续剧哈，哇，塔 second 西肯哇，欧尼巴卡利哦，还怎么呆鸡西利子哈，第一系列哈。喔 《戏之系列》好、哦，反正就是哦，这个这个长寿剧哦。好，你网络上应该看得到了哦。不过我不太想看，<laughs> 因为这个看下去，这看下去这种几百集的，那五百集的哦，你会从第一集哦很好看，第二集很好看，然、哦、后看一看，然、哦、后看了五百集，五、哦、百集的话，五百集五百个小时诶、欸。你来学英文，你学日文的话，你可以考五级，考到四级哦。没有，你考你 考公务员五百个小时看上去搞不好考得上哦，搞不好一千个小时考得上哦，然后哦 <coughs>，所以有时候是连续剧不要看太多了哈。你说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看上去哦，看一看就看到最后一集，然后几四个小时、几百個小时就不见了哦，因为太好看了哈、哦。好，所以《偷油》《偷油》哈，一个叫“偷”是指前面“偷油”，这个叫做一个叫做这个哈 <coughs>，世界到处上都是鬼哈。好、哦，那为什么他会取这个名字哈？他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哈？ 为什么来看一下？因为日本有个有个俚语哈、哦，日本的俚语是跟这一句相反哦，说世界上没有鬼哦，是不是？世界上没有坏人哦。这一下你看，好、哦，你看一下，有一个俚语是跟这个相反的，所以他就是故意写取一个相反的这个俚语来那个哦，来当他的片名哦。你看一下，好，这是日本的一个惯用句，有没有？你看。 我踏入塞肯尼欧尼瓦奈哈，我名词瓦奈，我我强调后面奈字没有嘛，所以什世界上到处都没有坏人呐、啊，那个欧尼指的是很坏的人哦、喔，所以什么？世界上到处没有坏人，就是啊，世界上到处有好人哦、喔 <coughs>，世界上到处有好人哦、喔，就是世界上到处都没有坏的，就是世界上到处有好人哦、喔，有没有看懂。 慢慢，原本是这个俚语，所以他把它翻过来，哈，他把它倒过来说世，世界上到处都是欧尼巴凯啊，世界上到处都是坏的，世界上到处都是那个鬼啊，啊，托伊托 m a 一个叫做这样的一个连续剧，哥哥夏库凯一九哈一九是超过，所以超过五百回哈一一回就是一次啊，一次就一集啊，所以超过五百集。那那嘎伊阿伊达哦，那嘎伊是很长的，阿伊达是期间，所以很长的期间。 哈，<laughs> 很长的一段期间，何说噶？这、哦、只苦是持持续继续哈、哦。那为什么说很长？因为，哦，为什么？因为日本连续剧好像是一个礼拜播一集啊。那、啊、你五百集，五百个礼拜五百个礼拜你要一年大概一年是不是五十个礼拜？哦，那你要播几年？你要播十年呢？哦，那他每他每年都要。 我们看一下哈，这个他有没有写这个时间哦？他、啊、这个、哦、时间是有没有写？哦，好，有没有写他的期间是多长多短？好，啊、这个可以大家可以去查了哦。<laughs> 一九九零年，哦，到什么？呃，反正大家再去看哦。反正，哎、欸，好一大堆哈、哦。这“系列只是系列的，那这个“系列子”怀疑是当第一季、第二季哈。那、哦、大家可以去查，因为“系列只是系列的意思哈、哦。因为我以前玩那个《勇者斗恶龙》，它什么啊？“蜥、哦、蜴子”啊、哦，“蜥蜴子是”是、欸、哎这个游戏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哈、哦，那个系列哈。 系列哈，连续比赛系列比赛，特别奔海体育比赛哦，那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哦，连续剧哦，成套影片哦，好像都、就是现在每一剧都讲什么第一季、第二季嘛哈，第一系列、第二系列、第三系列，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翻哦，这样翻会不会比较像现在的讲法哈？哦，反正就是这样，所以他应该是这个应该是。 第一季是几集子？两万应该是第一季哈、哦，看一下第一哦，第一系列、第二系列、第三系列、第三系列哈、哦。好，扯远了，反正有有空再去看哦。所以 h o s o g a k y masuda，紫之苦是自动词持续，所以要持续 <coughs> 播放五百集以上。k a z o u n m i 哈 n m i 是烦恼哈，所以家人的烦恼。o o 是把哈，把家人的烦恼。tama nista，哈，好，tama 是。 主题哈，好像是德文哈，主题还是标题？那 te mas <那>你使名词你使是,是,是作为哈、哦，所以是把这个家人之间的烦恼哈作为是哦哦把家人哦哦把家人的烦恼作为是一个主题的多拉玛的一个连续剧，no dai hony nate 哦哦成为这种代表的一个连续剧，哦成为。 他就是写那一家人他有什么烦恼、啊，他们生活上有什么烦恼、啊，那么一大堆的哈，就是那种，啊、哦，然、哦、后，哎、欸，生活连续剧了就是比较写实的小人物那一种。哦，哈斯达，分开斋单哈，那桥田文化财团，你又鲁头，你有头是根据根据桥田文化财团，哦，所以他有个自己的财团哦，我好厉害，哈是达三娃。 y o k a n 哈，他在这个这个二零二一年四月四号，QC 急性淋巴瘤哈，淋、哦、巴瘤是我们讲的淋巴癌哈、哦，所以急性淋巴癌哈，肿、哦、瘤嘛。Toyo Toyo 是叫做 Boki i 哈，Boki i Day 一个叫做急性淋巴瘤的这个疾病哈。那 a k u n a n i 哈，他就过世了哈。Q 九国赛德是达哈，他九十五岁哈。哦 好，那么哦，这个女强人哦，阿星的这个哦，这个作者哦，他走了啊，那、哦、他哦，也是活得很灿烂啊，全世界都看过他的戏有没有？好，就这样啊、哦，那今天就到这里，好、哦，拜拜。